啲基建没有最贵，只有更贵，好似倒钱落海咁，冇乜分别。学校逼我哋学普通话，话广东话冇出路，真的吗？楼就话分期供啫，暗米都要成百万，真系鬼先买得起啦。面对社会政策谷住谷住，唔使惊，有我帮你哋发声。Good night show， 个个得把口，星期四晚9:09。